老铁们看一下啊，黄羊六八啊，那虎弟现场做一个虎弟自己设计的高位飞虎啊，开壳。然后呢，咱小片刀搂起来啊，行，好看啊，里边。来，老铁们，这小片刀出的差不多了，出的差不多了，用我这小锉再锉一锉，找一找，找找平。然后咱们开始上砂纸啊，敷衍上色。然后咱用细砂啊，细砂纸再抛一遍。然后咱用这个抛光块啊，用这个滤面抛一抛，一边是粗面，对，抛差不多。再用这个白面，这个白面一抛，亮光出来了。下雨了，也阻挡不了我想打一发的冲动。喜欢的老铁，双击加关注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